我那个大概看了一下，那个网络一定传不远的，因为那个影片本身就很无趣，所以很难传。这种影片哦，说它很无趣，但很有用，把你讽刺的彻底。没有啦，外公，而且的这个就是，其实第一点哦，像那个就比较，你如果是拍影片在网络传，我那个大概看了一下，那个网络一定传不远的，因为那个影片本身就很无趣，所以很难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没讲完，让我讲。但是他如果是用电视广告，哇，那个这样买，你现在，我因为我上一次才五天带电视广告，五天带1000万的，所以如果那个网络传，我知道传不远，那很无聊嘛。所以除非被人家酷搜，你知道吗？要遇到什么老天都把它改装哦，那就也许会传比较远。他如果他要，我知道他网络传不远的啊，但是如果用电视传的话，他就要花很多钱嘛。但是。不过我觉得那个广告以这专业的角度来看，真的很无趣。好，谢谢。